IG's turn to ban. Virtus Pro's turn to ban. IG's turn to ban. Virtus Pro's turn to ban.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Reserve time. IG's turn to pick.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Reserve time. Outworld Devourer. Virtus Pro's turn to pick. Virtus Pro's turn to pick. Lifestealer. IG's turn to pick.欢迎回来，这里是牛天明带来的 TSM 小组赛的第二比赛日的比赛。这场比赛是来自于 IG 和 VP 的比赛，对于 IG 来说非常重要。这场比赛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拿下，拿到这两分。这两分还是应该要拿下的。好 ，IG 上来拿了黑鸟和陈 ，VP 是小狗 DS。Ten seconds remaining。小狗陈是比较怕小狗的吧，他比较讨厌小狗的，小狗团战里面钻一个宝宝，对，直接战斗力三分之一，对，战斗力损失三分之一。Reserve time。好 ，IG 进入第二轮的班人，上来是ban掉了小精灵和先知。那么会不会拿大树呢？IG 还是比较喜欢拿大树，其实这跟 IG 的整个战队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他们都比较喜欢战线，三个大哥都战线打钱。对对，是的。所以这个大树是一个很适合 IG 的英雄啊。这边 VP 也是相信看过 IG 昨天的比赛，是ban掉了一个 TK。这个英雄现在在路人局碰到 IG 的箭狗黑的时候，他们每次都有这个英雄。无论是岳飞风还是430，每次反正有一个人总会玩这个英雄。埃及箭狗黑，最近中国队非常喜欢用 TK。嗯，这英雄厉害，这英雄不光中国队也欧洲队也用，这英雄真的厉害。Reserve time。战略意义很大，这种跳树林刷刷兵线，你是一点脾气都没有。除非你有这个什么发条啊、蓝猫这种英雄。哦，埃及是办了这个对线比较凶猛的，对这个黑鸟比较凶猛的电魂。对，然后又办了个小娜迦，怕 VP 打这种团控，就是战略小娜迦。战略小娜迦。战略小娜迦。
5 seconds remaining. 好，VP第四手。Reserve time. VP第四手。应该会考虑搬一个，我想想搬谁啊？搬大树吧，就搬大树，蛮好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大树很适合 IG 这个战队，而且他们自己有一个小狗，大树的大招很克小狗。对，也是自己选的大树，不但办了大树，不但是能防止对面的黑鸟战线太稳，也是可以让自己的小狗不要被太针对。啊，果然办掉了大树，就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啊。然后 VP 这里的拿人的话，中单会拿谁呢？中单打黑鸟比较好打的电魂已经没了，兽王。德鲁伊也可以，兽王不好打，兽王不好打，也还好吧。昨天有见过中单兽王打黑鸟，也不算被压太惨，压了一级，补刀压了一倍。反正智力英雄是比较强，智力英雄打黑鸟没法打。什么女王帕克？伐木机可以，伐木机也没法打，伐木机怎么打？小强，第三手拿小强，先拿酱油了。反正自己的大哥有了。IG 这边是陈，可以选 DK 啊，围绕着一个推进打也可以。如果拿 DK 的话，那黑鸟只能去边路了。哦 ，VS。那是要拿蚂蚁的这个，哎呦，横加 VS 的双游走还是很凶的。而且昨天 VP 其实是打过 VS 加天怒的。嗯。这个拿人不仅仅是就是让自己的阵容，拿到了这样一个双打野双游走，而且还破坏了对方的这个 VS 加天怒的组合。不过这一盘，如果要拿 VS 加天怒的话，小强只能去中单了。这个也是可以的，小强中单打黑鸟也是可能性比较高的。现在来看，小强打中单的可能性比较大，比其他三个人可能性都高。其实如果 IG 这边再拿一个蚂蚁的话，分路怎么分？如果他们拿蚂蚁的话，那蚂蚁很好分啊，黑鸟走中，蚂蚁走猎或者走优势路都可以。VS 加蚂蚁的组合也是蛮凶猛的，对 ，VS 加蚂蚁很厉害。蚂蚁，这个今天这是第几场蚂蚁了？刚才好像看到，刚才那一场是 Navi 蚂蚁，嗯，然后 DK 也是蚂蚁，同福也是蚂蚁，全是蚂蚁 ，IG 也是蚂蚁。去年是清一色的水人，对，然后今年是清一色的蚂蚁。不得不说大家还都是有跟风的这个习惯，对吧？既然有这么好的战术，我干嘛还要去创新呢？直接拿过来用就好了，对吧？ IG 现在是两核心两酱油，可以再选择一个核心。VP 这手班人应该会针对一下 IG 的猎单，现在猎单可以单的像发条，赏金还有谁啊？先知已经被搬了，先知被搬啊，搬了个伐木机 Timbersaw。这一盘伐木机，这盘伐木机其实不是很好发挥的，因为有个光法，光法给伐木机法律优势，让你勾，对，让你勾，你喜欢勾对吧？所以这个有点冲突了啊，这个他跟他们这种其实真的是不怕的。那你拿伐木机不太好发挥的，你勾影魔的话就是小狗加光法，哎，这啊小狗优势度发育。其实 VP 这个打起来也蛮凶的，到时候小狗钻着小墙到处跑。对，但是这个我在想，影魔中单不好打吧？还是说小狗加小墙加光法的劣势路刚三，然后影魔优单 DS 中路？10 seconds remaining. DS 中路打黑鸟。DS 中路打黑鸟，挺难打的。就前面的话是可以占到一些便宜，但是等黑鸟等级高了之后，偷你智力偷的你连套子都放不出来。
我看到我们牛 TV 的直播聊天室里有一个叫 Warlock 加 JA 这样一个朋友说 I wish I knew Chinese， 这是国外有人来咱们频道看了吗？应该是，估计是。这个 New TV 的这个网站这个频道，他们怎么找到的？不清楚。啊 ，IG 的最后一首拿人大哥，IG 最后一首是搬了猴子啊，最后 VP 是拿了影魔，兽王。兽王倒是可以打一下小狗。啊，月月风的兽王，猎丹，然后430的黑鸟，周的蚂蚁，小明的 VS。我们着重给一下小明和船这两个好基友，着重给他们一些镜头。VS 是拿着自己的不朽武器，这也是小绿本开出来的啊。嗯，叫什么？不认识，算了。这什么？这也不是英语啊，看不懂。哎，啊，黑鸟是队友养了一组，船养了他一组吃树。船这边两个进化一个雾，两个树枝出门非常飘逸，周是填满了格子，对，周也是加二护甲，到时候可以来个圣殿先。小狗上来直接加了这个技能啊，好凶，伊利丹。影魔要中单了吗？难道影魔也是队友养的比较充，也是养的比较充足啊，养的再充足也没用啊，你怎么打黑鸟啊，是没法打的呀。好，我们看一下月风，哇，莫西干，这发型，卡洛克的祖传发型，祖传发型都祖传的，嗯，好，先开树。说到这个发型啊，最近比较流行的刀塔头，嗯，祖传刀塔头。The battle begins。小强的是也是有装备的啊 ，double 符。应该会让给光法吗？啊，没有。如果他是个风行，肯定就让给风行了。430中路打影魔应该是肯定占优的，然后下路这里 VP 是直接放空了 ，DS 选择打野，那小明可以发育发育。这样的话，其实 IG 在中下两路都是取得不到太大的优势。不过，下路取得不到优势，但是这边是 free farm， 然后其实就看月风这个点了，看他有多能混。如果混得更好够好的话，其实前期对线就是 IG 占据比较大的优势。一板斧先刮一个兵，两个近战斗智斗勇。小狗非常犀利的三个反补，这边兽王想要勾野，但是发现被光法刚才人肉封了一下，人肉封掉，然后这边继续来封拉野，拉双野顺便继续封。好的，细节玩得很不错啊。中路的小强的一次游走没有能够游到这个430，也是上路有一个保护眼，上路这里 IG 是插了一个保护眼，小强还是不肯走，但是别人看得到你啊，这边 KSI 打野打成这个样子啊，打了半天打了一级成这个样子了，运个大药，运个大药。他出门好像是没有带补给，他出门应该是没有带补给，想速平。结果我不知道他第一波遇到什么样的遭遇，难道是什么毒怪还是冰怪？这两个怪都很难打，冰怪比较更恶心一点。对，冰怪更恶心一点。直接是来抽蓝啊，小强直接阿萨特上来两口抽蓝，把冰勾走了，把430的勾回来，他的循环。给打破了，抽430是选择出屏还是直接出绿鞋加那个玄冥盾牌都可以。对，影魔他补刀还好啊，没有被黑鸟压太多。因为小强啊，没有小强，你觉得影魔会补到六个刀？对，小强确实是可以时不时的来这么抽一下。他就站在这里了，抽了，他已经不是时不时了，就明摆着站在这里。不过430的补刀还是非常的稳健，现在拿到了9个正补。我们等一下看他运到瓶子之后，应该会开始对影魔的持续压制。这边月风已经混到3级了，你敢信 ？Di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NS 点他根本不痛啊，点一下才掉10几个血，十
15-16的样子。下路周已经开始逼塔，这 VP 还是没反应吗 ？DS 现在状态不是很好，所以还是在血到三级、对，没有办法那个来帮啊。黑鸟运平。Di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5S 也来了，有没有加光环？还没有加光环。暂时，哎，加了一级。对，加了一级，一二三各点一级，这样的话推塔会非常厉害。蚂蚁现在是66+13的攻击力。飞和连击效果会非常不错，这边一个吼，已经开始要打兵清兵线了。不过这一波的 IG 是没有车子，下一波应该是有车子的。对，下一波可以直接破塔的找机会。我看一下 DS 的状态啊，啊 DS 已经来了，已经在往过跑了，发现对方行为不轨，三分半这一波带车的兵线。哦，陈也来了，但是陈没有带宝宝。在吧，应该是在的，在这里。在后面。在这里。在截兵线。断兵线。这个六，好的，玩的六，继续勾引，踩一脚吗？嘿嘿，这两个套，对，这两个套子套上去没有任何价值，KSI 非常的郁闷。啊，塔最后是被陈所攻破，这宝宝还没死，这个、宝宝还没死，玩的很不错啊。看一下中路430的情况，430现在的补刀是15-6，影魔居然比他多一点。嗯，影魔比他多，前面确实这个小强陪的好，小强骚扰的很成功。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哎，这一波波到了。看一下兽王的蓝，兽王马上有一个蓝，但是这边阿萨过来，穿起来，后面的 W 给上。光马开始把力流使，哎，他没蓝放波了。往进走，这样是给队友争取一点时间。有没有人 TP？ 没有人可以 TP 啊。怎么 TP？ 蚂蚁没状态 ，VS 刚回家，了。哎，刚回家。他是去拉野了，他没 TP， 然后陈这个时候应该带一张，陈这会儿肯定也没 TP， VS 可以考虑带一张，陈的话，对，陈肯定也去混混，对对，陈是因为他要带着宝宝的 TP 没什么意思，啊，兽王再次赶过来，但是这个塔最后还是被伊利丹攻破，伊利丹小狗很肥啊，很肥，是要直接点金吗？啊，家里应该是买了点金，没错，五分钟点金，这个爽了，小狗，哦，这里已经堆了三波巨魔怪。是帮谁拖的？帮谁对的？能收的话也就兽王能收，兽王可以收，蚂蚁可以收，或者陈招一个那个销售，招了一个巨魔，骷髅海吗？一会儿，骷髅海招不过来啊，你只能招三个。这边的周发育也不错。小狗现在的补刀是37-13，反补正补都非常的多。那兽王的等级看一下多少了，在烈士路混的四级，前面混得好，这会儿中间被击杀了一次之后有点不敢上去了。对，刚才那波兵线塔也没了，刚才那波兵线冲塔的时候VP 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小强已经是提前从右边绕过来，然后岳峰想上去清兵的时候，想守塔的时候已经是走不掉了，小强一个极限距离穿刺，这边两个人开悟，想要对影魔动手。看一下船是什么宝宝，是网怪的话有点机会。但是这边 Crazy 已经是意识到了什么，直接是乖乖的走回了自己的野区，不在线上出现。毕竟是 VS 和陈的这样一个双游走啊，后面已经两个人在蹲了。没有人蹲的话，他也不敢上；有人蹲的话，他可以上来演一下。演不起的，这个真演不起的，有暗幕他演一下。下路周打得非常凶，已经在 B 二塔了。有绿鞋的话，这种消耗对于他来说其实效果不是很好。上路小狗也在逼塔，这里中路430想关谁？关了 DS， 还是先拿到这个塔再说啊。DS 蓝不是很多了，这个塔最后被影魔反补了，漂亮 ！Crazy， 这时候攻击非常高啊，110多的攻击。小狗是点金之后夹腿也有了。周现在1900，这是要出什么呢？这是又是有一个这个东西啊，微波。小强看一下，只有两个补刀，等级怎么样？三级。
矿卡在这边无限播。这个周躲波躲的有点溜啊，已经是连躲对方三个，连躲两个三个三个，躲的有点溜。这个想动手了，光把蝗虫给到，蝗虫给上，要单杀了。矿卡这边给一个法力流失，周是没有蓝了，但是还是要死，还是要死，还是蹭到了，蹭到了死掉。但是周自己没蓝，这里 DS 过来给加速，有没有人包？那边影魔 TP， 影魔过来了，周没了，周没了，这没了，周没了。哎，还在绕。哎，这什么意思？自己卡两个人互相卡，这什么意思？感觉还是要死，有一炮，还是要死，就远一炮压死。啊，四三零刚才已经是想要去帮助他了，但是无奈距离实在太远，跟不上。对，是蚂蚁换掉了一个光法，有点不太值得。周主要他没有魔棒，他刚才攒了1900，我一直没明白他想干嘛。还是补魔棒了。嗯，蚂蚁是绝对需要一个魔棒的。有魔棒，刚才肯定逃了。哦，只做出了一系列的东西。两个酱油船和小明继续两人开悟，刚才那次开悟是不成功啊，中路杀人没杀到，塔最后也被人反补了，有点不开心。这里四三零好像想单杀这个光法，但是影魔来了，给了法力优势，有隐身的，隐身符没问题，直接硬跑啊，硬跑，反正蓝多。对，黑鸟表示蓝在搁这里就不值钱。对，我们先来看一下场上的经济情况吧。哎，这里，哎，换回来。好的，好的，小狗没了，没了。锤子，小狗好像可以钻，钻了，钻了，居然钻出来了，最后极限的钻出来了。对，陈刚才是距离不够，没有能放出这个关键的忠诚考验，被小狗钻了个小兵。魔法推波，有点伤。嗯，刚才有点各种技能全部丢给小狗，没有杀掉。我们先看场上经济情况吧。小狗应该是最有钱的，对，他是点金手，4800。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蚂蚁的话和黑鸟差不多啊，就是3700，里面影魔也还不错。没想到这一盘影魔能够打得这么顺，上来小强的骚扰真的是很到位，把四三零前面的几个关，差不多200-300的关键的蓝给抽光了，导致影魔在前期的补刀补得非常顺。其实一上来影魔打黑鸟，影魔是完全没法玩的，因为黑鸟的弹道，黑鸟的这个攻击力。包括技能都要比影魔厉害，没错。所以就是如果没有小强的帮助的话 ，Crazy 不可能发育到现在这个样子。你前期积累不到攻击力，等到你2-3级之后，你更没法补刀了。对，你影压也收不了兵。之前的 VS 帮不出来加陈的双人开悟游走没有效果，这次配合月风的兽王，是不是能取得一点成绩？哎，要看到光法了，看到光法了，光法每次杀一个光法。再见。能杀掉固然是好的，但是每次都杀一个光法，对他们整个的大局没有什么影响。你说你要是能抓到影魔啊，抓到小狗这样子，当然是能更好一点。小狗杀不掉啊。对，小狗也是试过了，实在是杀不掉。试过了真的杀不掉。杀。下次看搞搞影魔啊，影魔可以杀的。但是如果影魔再不杀的话，马上要出到引刀了。还是他会直接选择 BKB 去打架呢？这一盘我想想啊，这一盘其实没必要出 BKB 吧。也是，小狗在前面帮他顶，有 DS 在前面帮他制造混乱，所以感觉出 BKB 有点浪费。因为 BKB 这个道具其实攻击力加的很少很少，然后血加的也不是很那个。哎，这小狗攻击力怎么感觉这么捉鸡啊？啊，它是假腿，不是相位鞋。对，它是点进之后很快的补了假腿。兽王又买了个诡计之物，下一波干克。现在大招还有8秒 CD。Radiant'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黑鸟是不是推推了？啊，黑鸟是不是推推了？对，推推了。他第一件就出的推推，所以推推出的比较快。周的，我感觉周打的，他好像不知道出什么装备了，一直在留钱。对，这一盘其实他可以考虑出林肯的。这盘如果他出个林肯，他就死不掉了。我们看到开悟那边从野区绕上来了，绕上来后面三个人抓到了 KSI 兔子 ，K
铁锤、大招好做，然后忠诚考验没问题。最后人头是被四三被还在爆炸，那边还在爆炸，看到了影魔，影魔没了，影魔这边黑鸟小强，小强出来了，小强出现，找谁？找周，找周，找到了周，周这边死了，周直接被杀掉。哎、但是这边影魔也要挂，影魔也要挂，吃瓶没死，还差，还又吃了口瓶，六点血啊，骨灰好的，这记骨灰 nice。还好小明是在后面给了一个骨灰，最后是烫死了。这样的话这一波还算是小赚啊！哎，这个换也是很漂亮。小明 VS 玩的略溜啊 ，VS 骨灰也是出的比较针对。这盘小明等级很快，他我记得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换了。我看一下现在的经济面板，VP 领先500，经验是 IG 领先500出头，领先的非常少，两边没什么差距啊。问一下，这盘由于 VP 的硬控非常少，所以430第一件选择是推推棒，这个道具非常方便他们去放小狗的风筝。如果说接下来陈兽王 VS 其中有一个人能够再出第二把推推棒之后，那这个将会好打很多，对，会非常好打。我这边也是又是三个人，蚂蚁周来缩地，先过来探一下路。感觉这盘周有点小崩啊。对，周这把感觉不顺。前面1-2-1，刚前面其实对线打得很顺的，但是自从那一次自从那一次强杀光法过后，我感觉到他应该是想出一个那个极限法球的，结果连死两次之后，他发现好像这个东西有点不好贴，先出雪球了，先出了个雪球，先出了雪。反正龙心迟早要出的嘛。这一盘打到后面就是蚂蚁和黑鸟都肥，然后兽王也肥，啊，大家就是开始磨啊。因为蚂蚁出到后面，基本上什么龙心、林肯、暗灭之后，这个魔塔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小强是看到了蚂蚁后面的人在往过跟，还在往过跟，但是兽王的鹰是过来看到了，看到了那边后面赶过来的，撤了，撤了，撤了。梅肯谁来做呢？是陈吧？陈吧应该是，看一下，陈已经好了，已经好了。这里一直是在抱团，兽王带了个宝石，开始压视野了。这么早就带了宝石，也就是要压制对方视野。蚂蚁是继续来到了下路。嗯，这个周是把绿鞋拆成了假腿。把绿鞋拆掉之后合了个甲，哎，这里430的位置有点危险，哦、一个大招直接甩死了，然后推走有点飘逸。哎 ，VS 是后面切入，后面切入一个网冠，差了三个宝宝。VS 在找机会，兽王在哪里？兽王在远处，兽王在后面啊，小狗这边去投住小狗，打了选择第一目标是黑鸟，这边被控了几秒，脱节了，这边 VS 被秒，周也很危险，周在这边有没有大招给出来开了？还好开出来了。陈的这一口奶也救不回来 VS 啊，刚才船第一时间不太想开，看到周有危险之后是选择开掉。哎，这个位置没眼的430，这个位置有点拖大了，这个有点尴尬了呀。是的，一个加速上来烫一下没了，我还是要走，最后被烫死了。KTS 这个烫死的，被套子给烫死的。这盘周前面打的有点太想扩大优势了，那一次强杀光法是导致他前面优势是没有能够稳固的住啊。他如果早的出这个2000之后就好打很多。这边买活，黑鸟买活要秒 KSI 好的，秒掉了 DS。 蚂蚁过来，蚂蚁开始贴光法，前面打光法，后面的宝宝跟上来，这光法也是死掉。然后 A 阿萨特，这边小强还是有机会啊，小强有机会干掉。周很危险，周这边血量很少了。不过没问题，黑鸟保护一下，换回来小狗，小狗被杀掉，开变黑死掉。这边还在继续打影魔贴影魔。小明这一盘 VS 玩得很亮，几个换位都是继续顶塔，往前冲，还有锤，一秒，距离不够啊，极限距离一个穿刺，穿三个，两漂亮 ，crazy， 一炮压死两个，两炮压死两个。刚才这个小强的极限距离穿刺也很 nice 啊，阿萨特
不得不说这位老将还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各种一穿二。嗯，对，各种一穿二，各种预判晕。刚才这一次阿萨特的一个双叉直接是为 IG 的这波进攻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是杀掉对方两个大哥，但是自己的蚂蚁大哥也死了，自己蚂蚁又挂了，而且黑鸟刚才其实是买活的，所以这波场面上虽然是赢了，但是其实那我们看一下那个曲线，曲线是小赚了一点点，你看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其实是没赚什么的，双方的金钱压的是非常紧，看一下经验也压得蛮紧。嗯，从头到尾啊，对，从头到尾差距都是非常小啊。这边阿萨特是带着小狗下路找钟，好，他是绕开了这个，这是杀不掉吧，杀不掉，这有大有大，他是绕开了那个小兵，细节做得很不错，因为那个离子烫烫到小兵之后，周是肯定会黑鸟过来留神，那边兽王，兽王的位置看一下，兽王刚刚有点远有点远，还在二塔，那应该不会打起来，兽王和 VS 到的话应该不会打起来。哎，是网怪网了雨魔啊，应该是没危险，雨皮现在是撤了，五个人抱团抱的好紧啊，雨魔还是选择要出 BKB， 但这样打下去是没有输出的，他们小狗现在没有办法输出了，有推推棒有 VS 的换位，小狗输出已经是被降到最低，对，而且还有陈的宝宝时不时的控一下，影魔接下来的出装速度很关键，如果说一直这样 BKB 每次打团都死，那么 VP 打下去肯定是个输，其他几个人就是输出差一点，主要还是靠影魔和小狗。三零这边装备有更新吗？没有没有，他刚才买活一次，对对对，小手提前吹起来，不推了 VP， 不推了，VP 去绕了吗？他们是去选择绕了吗？嗯，他们不会打了，这波直接收钱去了，中上两路有兵线的。嗯，让影魔刷起来啊，我靠，影魔这个刷钱速度啊，过来想要抓对方远古，但是没人打，然后由于月风是有宝石的，所以确定自己这一次行动是对方是没有办法察觉的，这里排了一波视野直接来打盾了，要 rush 到这个盾、这个空隙钻的有点好啊，而且看到小狗就在上路打劫，小狗没 TP 的，他们刚才都是 TP 走的，小狗是没 TP 的，这样的话这一次打盾打得非常坚决，二十分钟的这一次 rush 很成功，好的，20分40秒 IG 拿下不朽盾是给到了黑鸟，哎呦，这发现的地方拉了三波远古，收别人的眼，开始下副本了。VP 这段时间感觉有点萎啊，在干什么？打得有点迷茫了。说完留了一个哨兵。好，小鸟看得清清楚楚，那一切尽在掌握中啊，虽然局势上虽然现在场面上 IG 没有什么领先，但是其实整个局势就在把握里面，周已经是看得非常清楚 了，小狗又钻了，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他懂了，直接缩塔看得非常清楚，这里的眼位，这里的小鸟啊，小鸟刚死，哎，也去一个，看得清清楚楚，也去一个黄色的，是谁后面啊，周的这个位置很贱，你从哪边走我都很难很难能发现他。你从哪边走我都看得到你，然后你想看到我也是不那么容易的。这个位置站得很贱。蝗虫是放空了。等一下，这个蝗虫只是看一下。VS 放过来，漂亮，直接秒掉 KS。VS 这边很危险。好的，秒掉了 ，VS 死掉也就死掉了。啊，保护了一下没死，黑鸟保护，然后周在旁边输出。有没有摇大招，小明还是要挂，周这边被插起来，怎么是个黄熊怪啊，刚才应该是手滑点歪了吧，周这边被点了一个法力流失，有点不开心，逃吧逃吧逃吧，也可以继续追了，影魔的十秒 BKB 已经逼出来了，可以继续追，这边小狗后面没人管不行吧，小狗开始打月风，点掉小啊，月风有宝石的，哎呀，这个宝石好了，还是让陈拿走了，黑鸟在输出影魔，黑鸟有盾，黑鸟有盾没问题NS 是被一记忠诚考验直接烤死，好的，官道应该是有这个小狗有了，它有变黑。
小狗被护甲被捡了，是复活过来的。小狗为什么？哎呦，被捡了20点护甲啊，20点智力，吓我一跳，捡了2点护甲。这个复活过来的蚂蚁又死了，兔子是很关键啊。对，它是不但是救到了自己的小狗，还是反杀了对面的蚂蚁。刚才是利用一个水晶墙加拉的这样一个 combo 直接秒掉了之后，完全没想到。光法也是够吃的宝石。我感觉心态还是有点急，打得有点急。我感觉到他非常想要，扩大优势吧。前面确实他是装等级和装备上面是有优势，他想靠这个去扩大优势是没错的，但是还是有点上头。我觉得，就是那一次杀光法，明显可以看出他有点急。对。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变成了这个主要的一句话，富贵险中求，富贵险中求。这个这句话用在一个 carry 的脸上其实是不合适的，用在不要这样子，不要拼，对，不合适的，不要拿全队当你的赌注。用在一个酱油身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好，周氏选择出 BKB， 这个装备才是王道啊，别的东西都没用。哦，陈也是补了推推，陈这把的发挥还比较稳定，对，四杀零，该出的东西也都出了，还有一点额外小惊喜。这盘 IG 的两个酱油打的是很不错啊，包括月风打的也比较不错，其他的两个这两个大哥黑鸟是中规中矩吧，然后周感觉状态是有点，哦，小狗补了暗面，这么拼，对啊，他们缺输出嘛，输出只有两个大哥有物理输出，所以一定要增加自己的短时间之内的爆发力。双方下路又是一个五人对五人，看看谁来发动这个先手。小明是二级换，小明的位置注意一下，还是看一下兽王的位置，兽王站在这里，小明先吼一下，周已经是绕到了左侧，换谁？周是有钱可以买的，周是可以买的，其实周这个时候如果上去卖一波也是可以，他现在有1500血，对方想打死他基本上要所有人交一轮技能。阵营提供视野，两炮都没压到。 IG 现在倒是心态非常好啊，也不急，小明这边不急着换人，反正都是五个人对五个人，你们没有人去别的路，我们也在这儿守着。对，这个 DS 如果不秒掉的话很难受的。又走了，影魔回去刷钱，影魔现在是2300。我们再看一下团队经济差零，经验是2000的差距啊。IG 这边领先2000，好像是要开雾吗？看一下有没有雾，没有雾。VS 买了雾，家里面刚买，还没运过来，这是要推？陈的宝宝数量够吗？我觉得还是等一下吧，等蚂蚁 BKB 之后再。Radiant'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不等了，就是不等了。雾也没有运出来，这样子都没钱啊。对，大家都没钱，但是现在没办法，不敢打钱。刚才影魔是刷了一波钱，然后光法是把他拉回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哎，掉一炮。其实这种情况下影魔是偷偷的打了一波钱，影魔在下路对峙的话，在下路对峙的话对 VP 这边是有点好处的，他们可以去打一下远古。对，他买了一个极限球，先把血量把三维撑起来，有 IG 有塔防，对，由于树林是已经被开掉了，这里放了一个小猪干扰，又撤了。我让你知道我能看到你，这是要干嘛呀？这 VP 这是到底是要干嘛？这就是狼来了的故事。又去刷钱了，就是下路四个人逼着你五个人不能走，然后影魔一个人刷，有点没意思啊，这样玩。是啊。肉山盾还有1、2、3分钟。哎，现在是到 IG 过来了，难道 IG 也要学 VP 吗？我过来走。就是逼你一波回防，然后我就撤了。VS 走位有点要小心啊，要小心，换小狗，要秒小狗，能不能秒掉？能不能秒掉？好的，秒掉小狗，但这个拉到了四个还是五个人？是被拉死。VS 直接死。
不过最后还是赚了，赚了，最后赚了。一个 VS 换一个小狗，而且 DS 大招也交了，可以稍微等一下，然后接着推。对。刚才那个人头是被430拿到，430现在羊刀还差300块，节奏不错。蚂蚁也快 BKB 了，蚂蚁也快 BKB 了。看一下月月峰的 A 杖啊 ，A 杖也够了。好的，这对于IG 来说非常的有利啊。现在是下一波团就是找机会 VS 换小狗，然后那个兽王就直接大招，兽王大招现在950的施法距离。那边又没有像艾瑞达黑鸟这样的能救人的英雄，所以说小狗只要被换过来吼住就是立刻被秒。哎，好，这留了一个谁？李博，李博贴换，没视野了。哎呦喂，好像不是没视野，他刚吼过呀，什么情况？感觉刚才好像是没视野了，没有理由不换的，对吧？他吼过了以后，应该是有短暂的视野，但是没了，但是没了，就是短暂视野消失之后，影魔 DP 他没视野了，应该是这样解释的。刚才没有理由不换的，对吧？对，如果说没视野的话，说不定只会换了小，哎呦，这是又是小狗，是小狗，伊利丹被秒，哎，没，这里这次是蚂蚁钻了一个宝宝，直接满血了 ，VS 没了，这一波是。输出差一点。刚才黑鸟羊刀给了谁啊？留下推走。刚才黑鸟羊刀给了谁？我没看到。怎么会被小狗开出变黑呢？陆战也是快刷了。蚂蚁终于 BKB 了，半个小时的时候。现在算是人手一个关键道具啊，黑鸟的羊，兽王的 A 杖，然后蚂蚁的 BKB。 你觉得再往后拖的话哪边好打？哪边好打？我觉得 IG 好打呀，现在就是秒小狗啊，换过来秒小狗，秒掉然后就五打四。小明这把发挥还不错，对，是有时候输出稍微欠那么一点，两次差点杀掉小狗，杀掉。不是刚才中路那次，我没看到430羊刀羊的谁，你有没有注意？没有。还是说他刚才我真的没看到他羊的谁？为什么我看到小狗是变成红色的回去的？这个销售也是探到了他们的动向。啊，肉山这里这一波团战很关键，小鸟过来看到，开始撤，那边小强给了个加速，小强被扬了，直接秒掉。哎，但是这个大招给了小强，这个不妥吧？啊，蚂蚁开 BKB 开始收后排，后排猛切光法，光法这边是打掉，小狗被杀了，小狗怎么死的？没有羊你也死，没有羊没有兽王大也死的，怎么死的？是陈的宝宝吧？这说不通啊。小狗死的有点莫名其妙，小强也是又挂掉。刚才看了一眼下路，再切回来发现小狗已经死了。这波 VP 输的有点，小狗死的有点没道理。对啊，输的有点宝石奇怪，两个宝石。刚才兽王大也交了，黑鸟的羊也交了，小狗难道是被 VS 当面一锤没开出魔免直接被秒了？因为小狗其实现在不肉啊，他如果被当面一锤砸中没开出臂章的话，其实当时有可能会被秒。对，有可能会被秒的，被锤住然后又吸不到血打不到人，然后黑鸟大招爆发直接秒掉，应该是这样子，他变黑是没有第一时间开出来。蚂蚁现在是 BKB， Dire'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黑鸟的装备倒还不错，这波打完之后哎呦还是这么小的力量，VS 又想换人，这波兽王是有大的。哎，周，换吧换吧，哎，踢回去了，踢回去一个没肯加起来，还要继续。小明这把位置打得很突前啊，各种往前冲。他是作为一个先手吗？现在有羊可以换羊。这个塔要不要被反了？可以换羊的。好的，塔是让蚂蚁的周的蚂蚁收掉。
哎，换到就死，现在换到就死，看换谁，看心情。先排演兽王的宝石，先要拿掉这个下路的二塔啊，然后开始继续做压制。现在 IG 打得非常的凶，已经是压在对方的半场很久不肯走，又是三波人头，这是上一波没下掉的副本，对吧？VP 中间这段时间发挥的不好，这个跟阵容有关系吧，本身小狗就很怕兽王，这里还有个 VS， 只换你小狗换过来，我管你开不开变黑，管你开不开 B 章，直接秒兽王大招吼住后面所有的人上去接 Ace。 这时候如果兽王有一个那个兽王如果有一个勋章的话，小狗死得很快。 Dire's bottom tower has fallen。 对，哦，两个女魔要出兵眼了，这道具没用吧？感觉。那你说他出什么？出加输出的呀，现在他们没输出。出大炮之类的。引刀我觉得可以，然后引刀其实主要是加移动速度嘛，对于影魔来说，因为现在这盘有宝有那个兽王的话，八成会带宝石，然后可以考虑出什么呀？金箍棒。金不不，你可以考虑出暗面。这盘其实 IG 的人也是可能考虑到生属性吧。对，小狗出过暗面了，小狗出过暗面。我觉得，我觉得出什么也不能出冰眼啊，你出分身符也不能出冰眼啊，甚至直接出蝴蝶都可以。我记得那天小罗的影魔就是直接出蝴蝶的。这样抱团。抱团，对啊，没办法，现在那边 IG 黑鸟有羊，兽王又有一个 A 仗，只被看到直接就看到直接就死。对，看到就死。现在 IG 这边已经不是 VS 一个先手了，是 VS 兽王两个超远距离先手。对，现在 VS 是二级的换，900码了，应该是925码。虽然说 IG 这边是周。比较穷一点吧，算是相对穷一点，但是自己的酱油还是蛮有钱的。那 VP 这边的酱油就相对来说比较惨。DS 是更新了一个笛子。魔 TP 回来，下路的小强和小狗也回来，但是高地塔已经没了。这波防守是显得有点慢啊 ，IG 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后再寻找第二波战机。刚才小鸟是被杀，是老鹰是被杀掉了，再次飞上去。现在 IG 不着急，等兵线上来。对，等兵线上来我就拆你。黑鸟带盾，心态非常的平稳。哎，一个针眼砍掉了。哎，换回来影魔。影魔原地摇大，没吼住，没吼住，影魔没有吼，第一时间没有吼，第二时间吼的。蚂蚁被秒了。蚂蚁被秒了。哎，刚才岳峰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开出大招呢？面挂了，居然是让他把大给摇出来了。对，我刚才有两个可以打断的。没错，有两个可以打断的，结果都没。小明刚才是换了一个，第二时间换了个谁？把自己给换进去了。然后，刚才岳峰好像是想等一下，他可能想等影魔摇大招的最后一秒把他吼住，结果有点被 DS 给拉进去了。把他大招的抬手给取消了，所以这次影魔大招开出来了，对于 IG 来说是一波毁灭性的打击。再去刷会儿吧。陈哲是要做羊刀？嗯，应该是。7500，7500，经验和经济差不多是7500，再把影魔拉回去继续刷。影魔现在是冰眼，你让影魔再更新一个大剑就不太好打了。小狗是在野区啊，被月风和430杀掉，不知道船有没有参与。不重要。蚂蚁更新了一把暗灭，小狗这里是可以买活的。没有 TP。
好，买活，买活。小强是把兵线逼到了二塔，要回去准备参战了。对，因为现在黑鸟是有推羊的，如果说黑鸟阴他一把，其实就是说酱油带线带到这里阴他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你不排除这边黑鸟什么 TP 过来 TP 到高地，然后推过来羊柱直接把你秒了，这也不是不可能。被秒了之后就不爽嘛，没有，小强应该不能买了，没有主动权，没有主动权，就你少一个人 IG 想干嘛干嘛，所以轻易还是不要死。Regeneration。肉山还有多久刷？还有两到三分钟吧。两一二三，三分钟。哎，画圈圈了。应该是想要这个路线看不懂啊。没，他们应该是想要在 NS， 应该是告诉队友在这边开雾，然后往下走。你看他身上现在是三个雾。啊，拉过来了 DS，DS 没肯。IG 这边是过来抓。哎，过来直接扬到影魔，但打不动，打不动，打不动。这边 VS 被杀掉，但是三个人已经阵亡。那边光法 DS 小强三个人全部阵亡。各种避开避。啊，蚂蚁的输出非常的高。蚂蚁过来切这个影魔。蚂蚁大摇出来。非常高，没用的。继续贴影魔。继续，影魔要死了。好的好的。啊，他。踢回来了，还是想保险一点。他是怕他刚才血量已经非常低了，如果贴身 AC 影魔的话，肯定是要被影魔这大招踩死。小强买活、哦，然后往里面走，非常聪明。然后 TP， 好的，漂亮。看到 VP 的队友还在发信号，一直要在里面找。嗯，没找到，已经晚了。对，之后这一波杀人还是比较冷静啊。在中后期周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刚才那一次换的话其实是没意思的，就是如果第一时间没有踢回去直接冲上去跟影魔换掉不合算。刚才那几个人是怎么被输出死的？死了三个啊，就是那个 VS 蚂蚁还有兽王三个人输出，再加上陈的输出，直接瞬间打死三个人。因为刚才黑鸟是在跟有那么高的爆发，因为周有暗灭啊，再加上那个 VS 的剪甲打在身上很痛的。VS 一个吼过去，所有人都捡甲，然后蚂蚁打谁？黑鸟是一开始输出全部给了影魔。影魔啊，对。兽王是更新把天堂之戟，啊，这样的话很难玩了。兽王的装备不知不觉还做得蛮快的。这船是把自己推下去，船羊刀还差1300。好，黑鸟是补了洗瓦，让他小狗打他也是打得很吃力啊。肉身快刷了，过去排一下视野，准备打一下。这个是三代吧？对，三代肉身。我看弹幕里很多人在喷肉身啊。啊？很多人说这盘蚂蚁只能说打得瞎，我瞎不瞎我不说，我是说周神前期上头那次确实是上头了。那这一盘其实你不能说周神瞎，因为对面有那个小强，这是蚂蚁非常怕的一个英雄。那几次其实有点倒霉，死的几次都是比较倒霉，冲过去之后发现别人站在脸上也没有办法，顿时被430拿到，上来开机甲，直接推下来，盯到两个，留住了两个人。他的 DKB 在输出，秒掉 DS， 秒掉了 DS， 小强这边也挂掉，小狗配合影魔打，小狗被控制了，小狗被网了一下，第二目标是好保回家了，漂亮，这里有盾的，430有盾的，三杀已经超神了，来杀我，来杀我，还没杀死，周双杀，应该是要 GG 了，好的，恭喜 IG 42分钟拿下了这场比赛，虽然是有点艰难啊，不过拿下就好，拿下就好，拿下就好，周神还是要平复一下自己的心。不要那么急，前面有优势的话就稳着点啊。这个今天看什么？他们的那个就是流民 ，VK 对，说什么西雅图无没有鱼对吧？说这次去的17支队伍没有鱼，
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况，没有雨不要把对方想得太蠢，自己还是把做好自己的，然后有机会再打，不要急，我觉得就是不要急就好，不要急就好啊。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带来第二盘的比赛，还是希望 IG 稳着点啊，稳着点稳着点、哪怕出现刚才这样的这局的情况赢就好。Virtus Pros turn to ban。好的，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回来。现在是 IG 对 P 的第二版。Virtus Pros 这场游的赢的有点艰难啊，有点。上场第一班小精灵史雷龙。啊，为 P 班黑鸟，觉得刚才那把黑鸟还是有点凶啊。其实刚才看弹幕啊，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不要总是觉得别人不好，还是要多为别人喝彩。其实你说 IG 打得差，你为什么不能说 VP 打得好呢？像刚才那种刚才那个阿萨特的回声一个叉，极限距离差两个，然后影魔两炮，这绝对不是 IG 送啊。是啊，绝对不是 IG 送啊，这真的是 VP 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做出这么理智的判断。对啊，他真的是打得好，是 VP 打得好。IG 班的小精灵第二手开始犹豫了， VP 那边搬了两个会飞的Virtus Pro's turn to pick， 继续拿小狗吗？上一盘小狗感觉蝙蝠怎么样？蝙蝠放出来了，对，蝙蝠放出来。上盘小狗打得好憋屈，对，一个 VS 一个兽王完爆这个小狗啊，而且还有陈的宝宝，各种暴风筝。蝙蝠 IG's turn to pick，而且如果拿小狗的话应该考虑会把兽王去搬掉一下啊。刚才那一盘就算 VP 不知道，上面那一盘也是对 VP 有启发的。好，果然拿了小狗。 IG's turn to pick， 如果是要针对蝙蝠这个点的话是可以考虑拿小强，又是拿了陈。中国队现在基本上你不搬陈的话肯定会拿的，其实像欧洲的一些强队拿比 Alliance 这样的强队也是这样子，他会在第一轮就把陈给拿掉。对，是如果没有更好的英雄的话，因为陈这个英雄太厉害了，推塔团战加血保人，还有神圣伤害的终身考验。 IG 这边不知道 VP 会把小强放给 IG 啊， 10 seconds remaining， 小强配合狗现在确实是有点流氓组合的感觉。 5 seconds remaining， VP 会拿小强吗？ Reserve， 我怎么感觉 VP 要拿 VS 加天怒了，这是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就是小狗永远不要变黑了。我上去，小狗看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就沉默已经点在脸上，然后 VS 把它换回来一锤，天怒接大招，小狗就死了。除非你有什么臂章，早早的出了臂章战斧这样的东西。选择了去拿电魂克小狗，应该的话就是接下来 IG 会考虑把那个小娜迦会搬掉，兽王应该就不会去搬了。因为如果你太过针对小狗的话，自己反而就没有特色，没有自己阵容的魂，很散。你看这盘如果 VP 拿兽王又拿电魂的话，这个没大哥了，兽王肯定是要站一路，对吧？然后电魂也要站一路发育，蝙蝠也要打个野或者站一路，这样一来他们的大哥就是电魂，这样肯定是不行的。电魂打大哥有点吃力，不稳，毕竟不是传统，不是不稳，是打不了。毕竟不是传统的，打不了，真的打不了。这英雄是上去跟人玩命的，打不了。拼命型的，对，他不冲进去体现不出价值的。他最厉害的就是抽攻击嘛，你不进去怎么抽攻击？搬了 VS。哎，那 VP 是自己不打算拿 VS 加天怒了，搬掉了 IG 第一盘玩的非常亮的，小明的 VS。上场 VS 确实是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 VS 换小狗，兽王接后手，小狗是多次这样的什么都没做就死了。 5 seconds remaining， IG 的第三半办了小娜迦。对，果然还是办了小娜迦，说的是一样的。 Turn to ban， 搬大哥，对，就是这个思路。 IG 拿了陈拿了小狗，你肯定就要搬龙骑，因为龙骑这个英雄中期配合陈的推进实在是太过强势。那 IG 一个替代品是什么呢？你觉得会是谁呢？ Park 还是什么的？再拿个酱油先吧。你觉得先拿个酱油先，就是把大哥留到最后，对吧？就是藏起来，对吧？对，最后来一个他们想不太到的一个大哥的位置。其实这盘 TK 还在的，如果 IG 不想推的那么凶的话，不过如果有小狗，我觉得不推有点浪费。这英雄前期就是猛，开了边黑往前抽，你一点脾气都没有，然后队友就是可以利用他这个淫威去推塔。我
得 IG 拿个大树吧。大树啊，感觉大树不太适合推进，大树不太适合推进。酱油想要推的话，那么没事修修塔什么的。现在剩下的还真不多了，大树也可以吧。那如果要拿大树，那个中单和烈单的两个点一定要有一些推进能力，或者说有一些 AOE 能力。哎，艾瑞达。Virtus Pros turn to pick。艾瑞达也是可以很好的保护一下被蝙蝠拉的人。对。这边没有选择出小强啊，而是选择出艾瑞达。蚂蚁这盘 VP 拿蚂蚁，蚂蚁现在几乎是场场上。蚂蚁应该是这次出场率最高的一个。对，就今天的比赛来看起来，蚂蚁出场率基本上场场有，而且也没有人去办，基本上都是被选。这一把如果让 VP 的蚂蚁起得太快的话，对 IG 的后排影响还是蛮大的。对， IG 这盘是没有硬控的，而且现在两个酱油已经拿好，大哥硬控最适合克制蚂蚁的就是龙骑，现在已经没了赏金、拿了一个赏金。那么最后一手中单的话，哎呦，拿了沉默。那这样的话无论是拿 PUG 还是拿 QP， IG 都是挺难受的。对，这首沉默选的让人感觉噎住了，说不出来哪块觉得有点难受，就是被就是噎住了，就是噎住了。这样一来的话，拿 PUG 拿 QP， 在关键的时候别人一个大招放出来，你直接就挂了，只需要蝙蝠拉一下或者一个什么减速之类的技能。目前看起来 VP 没有什么减速技能，蝙蝠燃油算吗？IG 这个最后一手应该是个大招吧，需要好好想一想。先看半人 VP 还差个酱油、搬了个光法，因为 IG 这边想推嘛。我觉得 IG 最后一手可以考虑拿德鲁伊。确实一个推进盒。中单德鲁伊的话，打谁啊？打蝙蝠也好，打电魂也好，打蚂蚁也好，都能打。还是说 VP 这边要打一个一保四？哎，拿了个影魔。Virtus Pros turn to pick。影魔也行吧。我个人觉得拿德鲁伊推起来会更凶一点，比赛可能会更快结束，就是熊配合陈的宝宝去推，然后打架的话有赏金给标记提速，然后小狗去冲脸，熊宝宝也可以去冲脸。艾瑞达前面会不会蹲下影魔？这个阵容，说陈这阵容其实 VP 的前期的游走能力不强的，艾瑞达可以蹲一下，小蹲一下，或者说帮中路打开一些优，打出一些优势之后再走，然后去跟陈进行一个双人打野游走，或者说直接去在三分钟的时候利用那波兵线，就是三分半的时候利用那波车子，三分钟的车子去推塔也可以。最后是拿了一个旱地者，这盘阵容看起来感觉 VP 走远了，有点不成体系。中单电魂，中单电魂打影魔，前面电魂是会占到一些优势的。那电魂攻击力也蛮低。对，是很低的，但是他抽攻击很厉害。影魔上来攻击力也很低，影魔你看，裸体38点攻，这电魂裸体46点攻，都是低的不能看。队友是养了一个罐子。月月风依旧是月月风的赏金还是蛮看好的，月月风的赏金总是
能创造一些奇迹啊。啊，有吗？我觉得，对，我觉得这句话用在不是奇迹，就是他的赏金总是可以打开一些局面的。我觉得这句话用在 Fanic 身上是比较适应的。我看过几次 Navi 的比赛，有 Fanic 赏金的都是那种对面崩盘的局面，就是靠，而且很多时候都是靠他打出的优势。像上一盘我们直播的 Navi 的那场比赛，就是 Fanic 的赏金跳遍全场，跳完下路跳野区，跳完野区跳中路。The battle begins. 啊，神符下路 double， 哇、哦，月风，这下蚂蚁爽了。不能说蚂蚁爽了，应该说月风惨了。是的，月风惨了。他爽到爽不到哪去，就是月风不敢上去了。蚂蚁前面不漏刀了呀？这不太可能漏刀吧？啊，本来就不可能漏刀。对啊，本来就不太可能漏刀。他是携带出门嘛，怎么可能漏刀？携带两树枝出门。牛头这边是，哎，牛头刚才是断了一波兵，好像。你看牛头，他刚才断了一波兵，没，他刚才是用沟壑断了一波兵，而且你看他的装备出门是五进化，六个进化，他刚才吃掉了一个了已经。啊，果然上来小明是帮助四三零建立一些优势啊，刚才已经是先帮他补几个刀再说，对，帮他补几个刀，把攻击力先累积起来。要不然影魔太难打了，上来的话攻击力没有电魂高，然后攻击力上去了就不分他经验了，对，走掉了。现在已经是补到了五个刀，开机了，又收到了一个反补，不错。好的，三零补刀还是非常稳健，又是一炮收下一个兵，现在已经是正补六反补二。再看一下牛头这里混到二级了。哎，怎么了？那这波野怪勾的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他想勾着这边，了呗，关到周这里，哦，卡住了，一个沟壑砸开一个口子，但是还是要卡位，还是要死，还是要死，医学是的效果，医学是给到了周。继续抽攻击，已经是两级的抽攻了，效果非常的好，两次就已经抽到了28点攻，就是四三零现在是不是要选择拿引压收兵了？对啊，现在就是引压推兵线，然后控服，否则他没法玩。哎呦，差一刀啊！哎，月风是被杀了啊！月风在下路河道这里是被蝙蝠和蚂蚁给干掉了，这里因为有针眼的，然后刚才撒了一把粉。中路很危险，哎呦，影魔要死了，移动速度是影魔领先10点，还差一下，哎呦，哎呦，一个能量圈直接带走，这个牛头的一次游走很漂亮，阿萨特前面上路虽然是送了一血，但是发现上路待不成之后直接是中路一次游走啊，送了一血以后也是刚好放松了警惕啊，那边就是 miss 的话也不会有人说，对，他觉得牛头不敢上来，看不到牛头之后觉得牛头可能在塔后缩着，这个眼睛我们看一下，这个眼睛的范围是可以看到这里，仅仅只能看到塔下塔前，对，可以看到塔前，塔后他们是看不到的。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个误会啊，人死了然后不见了的这段时间是很容易疏忽的，对，船还是在野区默默的 farm 没有动过，马上到达五级，赏金又来了，被踩了一脚，这里应该懂了，这 NS 应该懂了，刚才是明明两个近战兵，为什么人马会踩一脚呢？答案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赏金才是，继续隐身，赏金才是凶手啊。那边好像动了，陈和艾瑞达动了，在划线想要拿上路的牛头开刀，牛头已经藏在里面了，但是这边周是装不知道，装糊涂是人生的一大技能啊，对，有时候盖装的时候就哎，中路没有去上路， 是没去上路，来中路了，来中路干的，艾瑞达一关，然后人马后手接踩，
是帮430爆了一箭之仇。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塔会非常的伤。有车的这波，而且下一波兵线马上就接上了。好，赶紧炸一下，把兵勾过来。那这一次推进也是到此为止。这个塔是被耗了三分之一啊，也逼了一个塔防。这次 I 七的这一次双酱油的出击是非常的成功啊，杀了对方中单，还逼了一个塔防，耗了三分之一血。这个下路的塔应该是没救了，啊，上路塔应该是没救了。最后是被周拿到，周现在非常的肥啊，一血加一座一塔。牛还是不敢出来。对，牛还是藏在里面不敢出来。这边的月风怎么样了？哦，影魔等级感觉有点低啊，才五级。死了一次嘛，然后他是被单杀的，他杀人的时候都是有队友在分经验的。对，刚才清完那波兵也是有队友在分经验的。一把粉，意识粉没撒到，赏金是去那边了，想要找蝙蝠的麻烦，蝙蝠很危险，蝙蝠回头就没了，蝙蝠火也没了，完了，一镖再一刀炸一下，还差两下。再持平啊，杀不掉了，杀不掉了，杀不掉了。刚月风就是亏了，他是四级啊，要是五级，这个蝙蝠就杀掉了，差那么一点点。月风是觉得在线上根本是混不到一点好处，选择来野区找蝙蝠。对，找的非常准，但是蛮可惜，差那么一丁点，差那么一丁点。哎呦，我没看到，什么都没看到。中路这里在帮着蹲符，蹲到了一个恢复装瓶子啊，瓶子可能会给月果然给到了月月风，然后再还给430。走，蝙蝠是五级平斜继续招眼啊，已经蹲好了。这个月月风如果上头的话就没了，两炮直接秒了。哎呦，这个我只能说爆发有点高，我只能说电魂太脆了，这英雄太脆了。六级的电魂这样就死了。影魔刚才是三级的那个影压吧？对，三级的影压。爆发确实有点高。没有啊，他压了两炮啊。上两炮伤害也蛮高的了呀。没，电魂太脆，你看电魂，他是哎，八百，怎么这么多血啊？我觉得他可能才700多血。勾一波三野，看一下那个经济面板啊，现在最肥的是小狗，马上要战鼓了。这里好像又要拿这个电魂开刀了，还是相同的两个人，但是430这边拦不多，刚够两炮。看看月风怎么来切入，这边 crazy 好像也是觉察到了什么，一炮压掉，这里沉来了，看到了赏金，看到了赏金。艾瑞达来了，关一下，后面没有控制，后面没有控制，想卡位卡不到了。蝙蝠也来了，来了，沉默也来了，蚂蚁也来了，各种人全部集合，把影魔传回家。啊，影魔回家了，应该没问题。看一下后面的情况，两个人都撤掉了吗？啊，撤掉了，都撤了。这里陈应该是要挂了，啊，陈是没走掉，躺枪了呀，大哥都被他奶回家了，被他保回家了。影魔的假腿已经是做出，牛头是这个猎贪牛头很有想法，五级的牛头，猎贪牛头上来封了一波路，然后兵线他是上去混到了三级，然后又还是被杀了，就感觉。那次游走倒是很漂亮，感觉猎丹牛头有点没什么意思，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感觉，实在没人可以去了，临时想了这样一招。而周的战鼓应该是已经好了，嗯，三月我还是先要出一个 BKB 打架，不做刷子，做战士。刷子也得出 BKB。刷子先出引刀呗。
引到这一盘，出引刀有点不合适啊，因为有个赏金在，你出引刀不是逼着别人上进来找了，这一波被杀掉会很伤很伤，伤太伤了，这怪还没烧掉，哦，牛头一击勾破断后，这 NS 依旧是被卡，是被前方的城破掉，啊，蝙蝠死完死了之后还是2000块，刚才是被抢了几个怪啊，出来之后还是要再打跳，那这样的话这个跳刀直接延了2分钟差不多，往后拖了2分钟，哎，这节奏是非常快，推完一塔直接来打盾，对，此时的肉山还是非常弱，而且视野是已经早早的做好啊，这个提前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到位，这把 IG 的整体节奏还是不错，虽然说前面的那个月风线上有点难，不过在野区也是算是打开了一点局面，对，这次杀蝙蝠是很准啊，把前面的亏掉的全部给补回来了，就这一次就够了，蝙蝠再次烧，刚才是9分多钟，现在烧完回家拿个跳出来就11分钟，蝙蝠直接买了个诡计之物，周在默默伐木，现在的金钱是周影响最高，周有危险了，这里三个人从这里赶过来，而且雾和跳刀在运，哎，他钻野区了，但是懂的呀，他懂你钻野区的呀，地图上没人了，你不在野区在哪里，你看这线已经画起来了，蝙蝠已经走起来了，不过周这边也是赶紧跟自己队友抱团，周去找船去了啊，为什么是找船去了，抱团去了呀，哎，开悟了开悟了，好，这一次蝙蝠第一次出击是扑了个空，不过 IG 现在不知道这个蝙蝠在什么位置啊，我相信他们应该猜到了，这两个人这么跳后面肯定有人啊，蝙蝠也不藏了直接出来，哎 IG 所有人都回防，除了走得也非常快，对，来得及。除了赏金还在下路，赏金应该有 TP 的。这边的电魂，小鬼要留人了，小鬼要留人了，要留电魂了。电魂可以 TP 的，可以 TP 的，走掉。钻进去。好，都是成功撤退。小鬼的时间也是快了。哦。好痛啊！直接。一个 F 加普攻就把月月风打成半血，不过现在赏金确实脆，只有700多的血，我觉得应该说是这个能量圈的伤害有点高。 Di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蝙蝠要动手了吗，啊，只是烧一圈没事，火开了这么久了还没跳，哎，他只是烧了这波兵让你推塔，月风还在下路继续补到了1000块，回家应该是买个斧子什么的吧，但他现在这个蓝比较吃力啊，所以有一个魔棒蓝上线太捉急了，放一套都很艰难，啊，果然还是要先出战鼓把三围撑一撑，现在比分3-4，IG 这边领先了超过5000的经济，经验也是有3000的优势。现在赏金和小狗会不会再一次的主动出击呢？影魔 BKB 还差900。小狗的臂章好了吗？没有没有，这个蝙蝠现在找不到人啊，很不开心。这对于 VP 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你蝙蝠费尽千辛万苦刷了个跳出来，现在继续刷野， IG 现在你看就是抱团不给你机会，除了戴顿430一个人在外面游弋，其他人都在一个可以支援的半径范围内，趁的没肯是有了，哎，小狗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小狗这个位置，不过这两个人还真杀不掉他，沉默和蝙蝠真杀不掉他，小狗有点肉现在，哎，小鸟过来帮着他买了一些配件，好的，臂章了，下路有个一塔，其实如果刚才
叫蚂蚁 TP 一下的话，这里是可以打的啊。上路好像是对这个赏金有想法啊，赏金走了。这有针眼吗？啊，这里有针眼的，但是没机会了。这个你是什么情况啊？野区抓到 crazy， 沉默立刻给个大招保护 TP， 没有办法，没有当着你脸 TP 了，没打断，不是没打断，被沉默了呀？怎么打断？那个人马刚才还有网怪都是可以打断，没法打断吗？后面、哦、有车子，后面是蹲了个牛，这个塔危险。好，岳峰这边现在敢出来反补吗？岳峰现在想得很清楚啊，他知道后面肯定杀牛，他知道后面蹲了，肯定蹲了个牛头的，就跟着你等下一次的那个。这是有一个针眼在的，这杀不掉的，杀不掉的。阿萨特被杀掉，赶过来包不掉的。蝙蝠在哪里呢？蝙蝠在上路找机会。上塔被噬魂鬼反补掉，然后开始跟蚂蚁对 A， 后面拉了一个赏金要挂了，走出范围了。哎，吃了口魔棒，走出范围了，但是还是要死。他被点了一个那个 T，、啊、没机会，被点了个 T， 基本上就交了。这边是三个人，那个谁的宝宝，这个塔拿掉了。上面那个塔是居然让小狗反补了，对，上面那个塔被小狗反补很不开心啊。不过没办法，这臂章战鼓相位的小狗你怎么跟他拼补刀？一个蚂蚁怎么跟他拼？啊，肉山队要回收了。 Dire'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有时候还是要做 BKB， 影魔也是 BKB 好了。小明怎么样？小明很有钱啊，1000块了，八级，一杀零死一助攻，秘法鞋。哎，好像就是这赏金有想法吗？想多了吧？这两个人都是互相搞不死的。对，但是岳峰就是要飙他。兄弟，有本事让我飙一下！哎，要飙到了，打断！不打断啊？飙，是给了个标记。真是想不到你要去哪里。这阿萨他好穷啊！下路收波前又被蚂蚁抢掉了。哥就想出个秘法，有这么难吗？这局最尴尬的就是蝙蝠。对，抓不到人。跳刀做的还算比较早，没用啊。包了一下，这里要包，沉默有大招的，看看蝙蝠火焰路径什么时候好，还有13秒 CD。 对，蚂蚁已经动手了。哎，这个没沟通好吧，火焰路径都没有你就通了，被标记一下。然后艾瑞达给了个大招，艾瑞达血影魔上来开大招，沉默没肯给出来，沉默没有让他开出大。那边蝙蝠是挂掉了，是不是拍死？哇，这小狗好猛！这里又是赏金一标，就直接正面推了，不管你了，你随便该干嘛干嘛去吧。Radiant'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但这个沉默大招放的时机还可以，但是430那边是有这个 BKB。然后小狗有变黑，主要是小狗切入了，小狗重新切入之后就没办法，蝙蝠没放出技能就被秒。关键的是船这边的一口没啃，刚才明显是没沟通好啊，我不理解为什么蚂蚁这两个人不沟通了吗？就上去了。对啊，蚂蚁就冲上去了，开了一个蝗虫，莫名其妙。哦，已经领先一万了，已经1万1了，这个优势非常大，7-4的人头，虽然只是多了3个人头。就是防御塔的差距非常大，现在 IG 只掉了2个塔，而且其中一座是被反补的。VP 这边只剩一座外塔，
VP 有没有拿过分啊？应该是拿过的吧？我记得现在只有一支零分。昨天是和对拿过一分 ，Orange 还是至少拿过一分。他们打 Liquid 的，打 Liquid 的是一比一，至少拿过一分。赏金的 TP， 小狗在哪里？小狗在正面啊，直接从正面来了。确实是一分，只有一分的。负嗯，这么惨的。昨天好像Dignitas 把老干爹给二比零了，还是把 IG 给二比零了？ Dignitas 是 B 组的吗？还是 A 组的？顶内塔斯昨天把老干爹二比零了。对，这个是有点意外啊，不过是在情理之中。我们之前不是拍了那个片子吗？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我说要说外国队打脸队吗？打脸队，对，就是我们提了五支打脸队，其中没有提到顶内塔斯。然后最后说了一句说，如果说不是这五支队伍打脸的话，那么我认为打脸可能性比较大的就是顶内塔斯。因为这支队伍其实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队伍，虽然他们的一些细节把握没有像中国队这么完美，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就是他们的，首先我们对这支队伍不是很了解，对，而他对我们很了解，你在暗我在明，再加上我刚才所说他们的执行力很强，打团非常的凶，这都是他们的特点。蚂蚁林肯 Di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没输出啊，现在这个阵容看斯坦因这边的装备怎么补了啊。没，我是说 VP 没输出啊，打不死人，小狗冲起来根本就没法输出。蚂蚁这个核心想要有对于就是想要对小狗造成什么实际的输出，还得至少更新一个大件，否则你根本打不痛别人。这直接是把人马传回家，还踩一脚，就是不给你。哎呦，真的是让你难受。梅肯就是不给你，好妈妈，就是不给你拿钱啊！最后还是被追死了。这个伊利丹也是有点死心眼啊！你就跟一个人马，你追到那个位置，你不怕他们 TP 来搞你啊？他说我有林肯，我不怕的。不是，关键是你跟一个人马较什么劲啊？想你也是 BKB 了，蝙蝠是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去打钱，也没有拿到人头。这里影魔是什么情况？影魔有加速符，赏金上来看了开了火，看了个遍，赏金上来开了个直接开 BKB， 什么情况？他有点慌，觉得可能有那边有针眼，直接开了波雾，沉默开了波要去抓上路的小狗被拉住。啊，牛头在哪里？牛头离的，哎，牛头怎么去野区了？你敢信？小狗这钻一下没了。哎呦，这个牛头在干嘛呀？阿萨特没跟上，我真的是搞不懂你。他身上有雾啊，应该是在一起开的雾啊。对啊，他是刚才去野区了，好像想去收野还是怎么样？好神奇。好神奇，打到这会儿感觉 VP 的执行力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了，这种错误也会发生。全部集合啊，没，那边全部回家了，说 IG 全部集合啊。刚才一本 TP 蝙蝠进去烧进去之后直接 TP 回家，最后一座外塔拿掉。啊，这盘比赛基本上 IG 已经稳了，两分到手，影魔分身符。这个阵容又有沉的奶， VP 这边的输出又差，就打不死人，还是怪了小狗制造两个幻象多的输出。牛头上来放了个大，直接死了，隔着沟壑死。这可能也是出了那个水晶剑是吧？没有吧？没有，我刚才是爆了一个那个高伤害。对对对，他高伤害就会有的，不一定是暴击。看来刚刚看他出了一个分身，怎么这么有钱？不科学。主要是不可能啊，他小鸟运都来不及运。哎，
既幻象造幻象。哎呀，陈的技能，陈这边没大招，没有没啃，一个气去给他小狗，小狗立刻变黑，解掉。蝙蝠要拉人了，蝙蝠有推推的。拉谁？不拉吗？不拉了，不敢。拉小狗呗。他们后面的队友都在啊，怎么没拉？拉小狗，然后牛头给保护，真的是觉得 VP 的执行力有点差了的。他们现在已经是没有信心了，觉得谁都杀不掉。你觉得谁都杀不掉，你还选这个蝙蝠干嘛呢？总要拼一枪的，对不对？不拼哪来的机会？这种前怕狼后怕虎，就是最后慢慢把自己玩死。温水煮青蛙，但这盘煮的是北极熊，不是青蛙。马上可以吃熊肉了。究竟是鱼还是熊掌？VP 难道要成为一分队吗？这一分队比零分队好不到哪去啊。2S 昨天拿到几分？S 也是一分，也是一分。哎，开无绕号，这个位置，小狗刚才是看到了一下蚂蚁，大招直接定到 Crazy 开 BKB， 但是没有办法，直接被打死。哦哟，这个位置过来开雾 ，VP 应该也是没想到。继续递影魔，影魔的这个幻象攻击力有点高啊。蝙蝠还是不准备动手吗？找机会动手拉呀。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他想拉影魔，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不可能拉影魔，影魔有盾的，怎么可能拉影魔？有盾。拉赏金或者拉小狗都可以。他是真的不敢上了，就是死吧，就这样子，拆掉好了。拆掉好了。做什么挣扎？不做挣扎，无作为了。哎，是推进来了，想接一个没啃，一个大招。第一下再跑一下，还是蝙蝠，终于拉了个最肉的小狗，哎呦，还是有机会杀的，一个大招饶出来，周钻了，钻了一下没死。他刚才为什么不拉赏金呢？赏金刚才被保了呀，被递了，然后等递完出来拉呀。好，这边已经打出GG，恭喜 IG 最后还是2-0拿下。第二盘比赛明显是比第一盘更有章，更有章法一点。下一盘的比赛是，看一下，这盘比赛是 Fnatic 和 MUFC， 这也是昨天爆出冷门的一支队伍啊。对， Fnatic 也是爆冷了。2-0，昨天是击败了 Navi。那么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给大家带来这两支队伍之间的比赛。